仍能听见他的哭喊。福爷哥，救我！什么？杰哥，救我！我操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月亮将会升起，夜晚将会永存。这片黑暗，希望无存，无可救赎，因为这黑暗就是我自己。破败之王，什么英雄？阿尔萨斯，火之高兴。个妮蔻，我扎，啊，这蓄区也太低了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直到世上再无一物，只剩他一人。这个扎的范围还可以啊。啊，我现在有蓄力了啊，我现在能晕人了。哇，晕啊，这是个小突进呢。哎，这技能吸力好短啊，7秒的冷却。哎，扎扎掏，帮我赶开两波，这远程英雄不太好杀。E就 E 这么点儿啊！哇扎！再扎！完了，我还要死！啊！哎，突进！这怎么死的？这是怎么死的？先来个破败啊，我们不是那么很熟悉啊。一强啊。哦。哦，明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一定会找到你。嗯。哎，我在 E 的里边会获得伪装，会。哦，能隐身，哦，能隐身，原来如此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好烦啊，搞了一个上单远程英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改变形了。
你说你那子弹都不带换的。哎，这种远程英雄不好杀呀，真是好难啊。我这，哎，烦死了！这个妮可，我还没办法那什么，我还没办法越小兵。我看我大招行不行？我大招干他一波。你大爷的！我先溜一手。哎，好烦啊！这英雄。先来个小吸血。暗影岛只是开端。像他这种远程英雄吧，他不好杀，我们没有。我们没有越兵线的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像这 W 的技能，他越不了兵线，他就只能硬掏。前面有小兵挡，掏不着他。而且妮可这英雄本来线上也厉害，我也可以跟他就耗，就慢慢耗。我也不打他，他也不打我，这人也贼猥琐，谁也别打谁，对不对？打了就谁也别打谁。啊，你不打我，我也不打你，就完事了呗。这大招范围咋这么点儿呢？回家。这叫什么？千载幽烟。兄弟们，这把靠你们了啊，我就跟他耗吧，反正这人我也不好杀，我也不想着杀他了，拉倒。茫茫大雾，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哀痛。他有闪现，等他到这里啊，等他到这里，别着急飞他，你着急飞他飞不死。哎，这还飞呀？哎，我操！这大招怎么回事？这大招这么慢？这大招，哎，我操！
而且我刚才一枪怎么没给我那个范围的那个技能呢？为什么？烦死！世界将无情无息，现在我将以痛报。打打近战还行，打的远程碰不着，尤其是这种带控的远程。等我破败出出来的吧，等我破败出出来的，跟打一波试试看。现在不行，打不过。上哪能杀个人去呢？中路杀个塔姆，兄弟们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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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变个塔姆。变塔姆，好。我大招没打着人，能不能传送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感觉到他仍在这世上盘桓。这片迷雾唯有一法可解，伊索尔德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为啥不打近？因为我打不着近。我这英雄除了 W 技能能为小位一手，我就只能戳人，我跟亚索似的。哎，别卡我。中路飞一波德莱文，兄弟。嗯，
哎呦我操，这必须是真有点高啊。下把我们就打野的，不打上路了，下把就打野的。可以，让我变个塔姆，把他盯住，我马上到啊，我马上到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塔姆啊？这是什么塔姆？哎呀，塔姆死了，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好脆呀，这太脆了，这。真接着脆，记忆灵魔似乎就不再令人鼓舞，重归我的怀抱。哎，我看这技能能不能穿墙哦？哦，不行，穿不了墙。哎，你看为什么这个我遇到了墙，但是他却没有要地形呢？走，我们回到中路。那有个人能不能给他封一下？快杀塔姆，漂亮！厚实表皮，杀变剑射。哦，我传送就变回来了，我操，我给忘了。哎呀，小忘了一手啊，小忘了一手。这人能不能疯一下子，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一直在这刷刷刷。哎呀，真是！我感觉到他仍在这世上盘桓。来个三项，我觉得应该还行。出一首小三项。晕渣，哎呀，溜一手，完了，给我吞了！哎呀，为啥不狂风之力呀、啊？出啥其实都没什么用了。
看看能不能多杀几个人啊，多进入身体。大招范围稍微有点近。啊，也还好。这远是这么远。我那什么吧，我给他换成不是智能施法试一试啊。再见，我溜了。哎，我传送一手，这家伙操，真是不让人活呀！哦，位移的时候 W 秒放可以啊。差一点点，剑圣没死，剑圣死了，我钻入一手身体。哎，W 蓄力不是加位移距离，而是加眩晕时间。你如果蓄力的话，它是眩晕 1.25 秒，如果不蓄力的话是 0.5 秒，0.25 秒，你知道吧？蓄力的时间越长，它晕的时间也就越长。来个步点嗨吧。算了，这波不打了。有点动，下把咱打个野。打野还可以。